主料灌面500克，青菜250克，辅料油盐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先清洗青菜，准备好挂面的分量，煮好开水，把挂面放下去煮。挂面快要好的时候，把青菜放下去煮一煮，最后再加上调味料。烹饪技巧，要想吃起来不那么硬就煮久一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